哎，云了吗？云了吗？早把守。哎呦，云了，云了，你们在这看好他，我去找娘子。等一下，京师那么大，你要从何找起啊？调动所有密探，查。陈月，你疯了？你为了掩人耳目，装病这么多年，现在去大动干戈，那岂不是要白费了？无妨，只要能找到他。 上的细纹都一模。干嘛呀？这可是真公主啊！我们把她给迷晕了，那就算死罪能免，活罪难逃呀。所以说相爷是真男人，有时他真上，连公主都敢要。不像你，胆小如鼠。丢人！谁胆小如鼠啊？那是我的女人没遇到事儿，那要是我的女人遇到事儿了。 别说是要公主了，就算是当今圣上，你会怎么样？我也要不了她。不过，欧阳大夫，你有喜欢的女人吗？ 难逃了。
冒牌货，居然敢以下犯上！陈玉，还把这个疯女人给拉出去！若是我娘子想杀你，你的脑袋早就落地了。你居然还向着这个冒牌货！我可是堂堂福音公主，你们得把我放了。就等你这句话，请吧，福音公主。你们太猖狂了，给我等着！ 我这就回去告诉皇祖母，让她老人家好好收拾你们。给我，你们给我等着！老大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倒是夫君，此番为了我得罪了福音公主，身份暴露的事情，太后恐怕也要知道了。无妨。 老大，这福音公主也太狠了吧！我现在就去把她抓回来。哎，坐下，别管她了，我可不想再见到那个刁蛮任性的公主了。欧阳，去把医馆里所有能用的药都拿过来。是，凤芝，去准备热水。 没想到我不在的时候，这间屋子被装扮得如此有情调。